今天的大牙，这应该可以算实验室了吧？动漫室吧？动漫实验室。前阵子在 YouTube 上到处滑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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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这道料理，哈，野原新之助家里用红酒炖牛肉掺了柳橙汁。身为有实验精神的阿静我呢，我想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说谎？可我怎么可以骗人呢？我们男人的代表，最帅的男人广志，最强的家庭主妇美户美牙，那个字念户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酷啊！大家将错就错，都叫他美牙，他那个叫美户。好，他们就说，哎，吃下去，很好吃，酸酸甜甜。我不信，我觉得有蹊跷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要来还原这道料理，让大家试试看最真实的感受到底是什么。那我们会尽量照它影片上的去说去做。那它里面没有说到，就是这个肉是什么部位，柳橙汁是怎么样的果汁。但是我考虑到广志家的阶级问题，他是一个小主管，妈妈买回来的果汁可能会兼顾营养跟厉害，所以我们用每日 C 没有赞助播出。この本山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做吧。好，首先拿出我们的牛肩肉，稍微清洗做切割，切它。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串枪的啊！我操！还是我自带串枪能力。哎，好，我们备料备齐了，牛肉切好放旁边。他没有说他牛肉有没有特别调味，就不要额外的多做些什么。好，每日鸡放旁边，那我们来帮我们的胡萝卜、马铃薯、羊菇、洋葱切块。广志，最帅的，全动画最帅的爸爸。那你知道，在我心里最不负责任的爸爸是谁吗？悟空啊！悟空啊！对。都备料完之后呢，双炉开锅。先把这锅加热到热，很热，然后我们再先处理一下我们旁边的，下点油，有点加太多了，吸一点起来，加太多了。好，我们这边转小火，中小火，放着，热，来隔壁锅，我放下去。表面金黄，这牛肉好像有点厉害哎，真香！奶油的汁香，再加上这牛肉的香气，真的太赞了！好，这里要拌，我现在是可以控制两锅的男人了。好，牛肉好了，现在呢，照着它的做，把这边中间挖开，把我们的牛肉放进去。好，他说要加四碗。四碗还是四匙？四匙吗？好，帮我们四匙嘛。来，我总觉得这样就可以吃了。再来是四碗。好，那我们正常的步骤大功告成了，应该不会有小心想要把柳橙汁加进去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哎，大心，我最喜欢柳橙汁了。没有，我要加，哎，加柳橙汁。他好像也没有说加多少，他就是那个动画这样嘟噜噜噜噜噜。我们依照我们的感觉呢，我们就加这样四分之一瓶，中小火慢炖两小时后再见。好，煮好了。哎，啊，看，嚯，烫。准备啦，开枪！哇哇，感觉很屌，铁板牛柳，很像，但是，这个煮到底，哦，真的很好吃的感觉。他们炖这两个小时，怎么会那么多汁啊？没关系，试吃时间，吃吃看，嫩吗？超嫩，而且真的生甜啊，生甜。哎，这才多了一个味道，加柳橙汁没有不好，他们没有骗人的，完蛋，好好吃，就是红酒炖牛肉会有那个很重的那个红酒味嘛，跟它那个咸味，
所以你要吃到酒精跟那个红酒那个香气。可是这个呢，生滴呀生滴，有甜又有咸，而且牛肉啊跟那个马铃薯，因为炖的恰到好处，入口即化，配饭绝佳，整体的口感超级棒，而且很有意式料理的口感。如果我在餐厅外面点了一个这个红酒炖牛肉，他没有跟我说有没有加料生，我真的吃不出来。那自己做料理，自己稍微当然会吹捧一点，所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试吃人员吧。奇怪，这个香味跟这个麦酱怎么有点搭不起来啊？因为我没有把它盛得很好看，它整锅很好看的，你看。这边是蛮好看的。对。然后这边看起来像狗屎。我搅过了。看起来像狗屎。红酒炖牛肉，番茄酱红酒炖牛肉。你以前不是做过这个东西的吗？先吃嘛。不假，不过它怎么有点酸酸的味道？酸甜酸甜的味道。酸酸甜甜的味道。那会觉得不好吗？不会，其实蛮好吃的。那你知道里面还加了什么吗？没了。柳橙汁。难怪我怎么觉得有一种很微妙的，就是那种浓缩果汁特有的苦味。哦，那是因为它是每日是100%原汁，并没有赞助。この放送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不过我觉得用真的柳橙在旁边这样的压加进去，我觉得应该更好吃。对，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会加这个吗？这是谁家的菜单，你知道吗？蜡笔小新。你是蜡笔小新吗？我还以为是可能你家人有送给你吃过。没有，是蜡笔小新，他们阴错阳差之下加了这个，然后他们每一家人的动画里面在说好吃，不卖，我就觉得。怎么可能加柳橙汁？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？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是不错吃，但是总是会有一种莫名的苦味。苦味呢，就刚刚奶子有说，就是这个纯的100%原汁就会有这个疑虑。但是如果我们送那个班兜的香吉士全甜的，那可能就是会完全就是不一样。那可能要更好吃。哦，我觉得不用。但是这个还是有它的那个风味在，炖死时间，要有入味。酸甜的感觉，红酒的味道都有融入在里面，蛮好吃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大雅实验室动漫篇成功，成功，好吃，好吃。蜡笔小新的柳橙红酒炖牛肉好吃。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再还原怎么样的动漫料理，我不知道，等我看到有兴趣的我就会做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，如果喜欢的话就点好喜欢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不，你吃完了，好吃啊，傻眼了。